快点报警！我回他了，是我是我，哎，我怎么怎么你们两怎么分身啦？完了完了，怎么有两个小女孩的？我为你们好，我是阿巴聪，不不不理我，是丢的死。喂喂，我是小鱼吧。今天哈，听说你们是要逃离冰棒人工厂的是吧？没错没错，没错。那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，别抓我，别抓我，我怕走了。哎，你怎么没冰住啊？哎，看我舔你，把你舔化喽！哎，我也没冰住啊！被抓了！我看你们俩怎么办？变成了两个冰雕。冰雕了，我是个冰蛋。我帮你们舔一下吧。你就是个冰，你别靠近我们行不行啊？好，快走开！我早上看电视啊！我也在看电视。我也在啊。被抓了，这个女孩失踪叫什么啊？ABC 啊，欧西。不是我，人家叫安妮，是你被抓了、我们必须救她。我们去拯救这个女孩。对，没有错。我不知道我的表情，一脸不高兴。你那可能是被迫去救，是不是啊？见死不救啊，不耐烦啊。确实，哦，心软了，怎么天黑了呀？他可能是废气了吧？哦，亮了，喂呦！哎，怎么有个大冰块啊？这是个冰雕好吗？你看，你要雕刻一下吧。这不是个巨人的脑袋吗？哦，要个梗子，我把它敲烂是吗？这个地方还有个卡。敲啊！哎，哦，我看到了，这不要输密码吗？为什么要卡呢？应该是，哎，地上有个冰淇淋啊，你可以舔啊。哎，我捡了，我捡了，你这跟舔地有啥区别呢？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啊？就这里。哦，要个红药匙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他来了！我往这边走，我往这边走，我也走这边，一起一起抱。等会儿，这是不是可以趴下？哎呦，我钻过去了！还能这样的吗？来，来，墙上有数字啊！哪有数字啊？看到没有？这不是数字二号房吗？对啊，二号房，我们再去找哪个号房呢？一号房，应该是。哎呦，这里还有根冰棍啊！这是个仓库吧？绿色的钥匙，绿色的钥匙，哎，绿钥匙开啥门了啊？不知道，挠一下吧，估计有门可以开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快跑！我这个冰淇淋，那你哇，你有冰淇淋，满地的冰淇淋，好吧？啊，也是啊，这是冰淇淋工厂。我这里快跑！这里是我开的，来了来了，来了。哎，话说哪里啊？我们两个背后怎么被这个勺子呀？啊？哎，我没有啊。啊，你是不是在蛋里面啊？打蛋里了，还没孵出来。哎，粉钥匙，这是钥匙，我捡了。哎，这个是会滑倒吗？啊，来了来了。他只是说小心地滑，什么会滑倒啊？小心地滑。哎，那我们再去哪边？等会儿，我这也有提示哈。我吗？你也有提示了吗？这啥？快把它融化，把它融化，快来呀！快来！你把它甩开！有啥不敢的啦？啊？哎，我来引他，我来引他。我帮你们按一下，把他扒一下。哦，这个钥匙过来了，有个金钥匙。哎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好，好，可以了。我有粉钥匙，粉钥匙有啥用啊？捡弹弓。哎呦，我捡弹弓。嘿嘿，能射吗？你把钥匙不要了，我晕。我能不能射呀？啊，我怎么不能射呢？我射一下呀。子弹呐，我空一个空不能射，这咋回事啊？你要射空气吗你？哎，这有啥地方啊？哦，我有提示了，我有提示了。这个门，哦，上面有个钉子没锤进去，那咋回事？这是一个蓝钥匙，蓝钥匙。哎，这有子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啥？哎呦，不知道啊。两个球，有点像子弹。我射，哇，我射到了！哦，快跑，快跑！直接，快跳过来，快跳过来，射西边。这还有个电锯可以解吗？吓死我了！快解，快解，快解！快解电锯！我解电锯了！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我解了，我解了！你怎么关门啊？谁呀？不是我！好了！怎么这么损呢？真是！我解了电锯了！啊！而且这个蓝色的钥匙，我好像一直没动，我掉了！我又把它举起来了！赶紧的，走这儿，走这儿！哦，我这有提示了，嘿！哎，你也有了吗？我是不是可以锯东西了？我要锯谁呀？哎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哦，哎，我以为我看错了。他让我锯冰块，这啊，不会是后面那个锁链吧？哦，你把链开了，知道了。但是还有个大冰块啊，是要一个稿子才行啊，不然还不行的。哎，我要去找稿子。还是八秒钟，我的这个道具就没了。喂，啊，这个冰库，哎，又有个锁链。钥匙掉了，快点！掉了，滑了吗？我把这个冰库的锁链给锯开了，还。你锯
去开了火炮呀，粉钥匙，刚才粉钥匙丢了吗？粉钥匙啊，粉钥匙在哪儿呢？我是不是掉了？就在刚才那个仓库拿弹弓的时候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小心快跑！我爬过来了，还得爬，我也会爬，我也会爬，我也爬，我也爬，你会爬了 ，nice！ 哎，我是一颗爬蛋，我好像可以跑得更快，哎，你看，这样的吗？咦，那我们刚才在哪里拿的那个粉钥匙来着？我记得的好吗？我用粉钥匙换了弹弓。哦，你捡到了，看到吗？这个箱子里面写了个二是啥意思哟？我，哎，我也看见了，我们又有个二啊，两个二的，这不会是密码吧？啊，我这里还有密码的吗？不是要那个卡来刷的吗？哎，也是啊。那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别着急，绕一波，哎，绕吧，呜，躲掉啊，就是勾引，小心跑，快！好，我要去开那个粉门了。哇，你跑得好凶啊！闪现，闪现！不是，我手上东西掉了。怎么讲呢？你手上有啥呀？哎呀，等一下再捡吧，还是那个喷的。哇，那个焊接器。那明明是个喷火枪，什么焊接剂呀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哥，开门！哎，我开了！稿子，稿子，我有稿子了！哇，快挖，快挖那个石头！哦，石头，这里呀，这里呀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哦，你想什么？一个通道！哇，进来了！这里不是？我怎么咋给你们卡住了呀？蓝钥匙，蓝钥匙！我点不起来！我的金钥匙呢？啊？你金钥匙呢？你金钥匙怎么掉啦？啊！厕所里面去了。金钥匙，没呀？没啦？不会冲走了吧？哎，我怎么上厕所了？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哎，我上厕所了，帮我关个门。小心别过来，快跑！啊！别看啊！在脸上啊！他不会撞，他过来了。哦，他没过来，吓我一跳。好像提示了我去开门哎！哦，那你带路啊，我们跟着你走到这儿。呜，我有稿子，我怕谁呀？啊，就一颗鼻屎，这是两颗好吗？哎，让我们开了，门开了。哎呦，这边有啥呀？哎，这个小房间。哦，真的？哦，金锁，金锁。哎，别小心。不是，这不我刚才丢的吗？是啊，他好像在哭哎。我在哪丢了？嘘，他好像在哭。这不可以往这边走吗？真的。过来听，过来听，我没听到啊！快，他是在笑还是在哭啊？我天，好可怕！怎么是红色的？你看，就在这里面，他在哭。安妮，我看见他了。他在哭，他在哭，是不是在哭啊？我看见了，好怕。紧张啊！哎，这里是不是能走啊？完了，这里我搞锤子，我搞死掉了。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哦，我钥匙是不是没用？锤子是不是锤那个钉子的呀？啊？啊，哪个钉子？我看看啊，安妮莫愁，嘿嘿。哎，我找到我的焊接器了！完了，哥哥救我！他在哪里呀？我看到了，咋了？你在哪儿呢？啊！冰淇淋这里！追我！我把他锤进去了！我来了，他追我来了！啊！等会儿我去拿个狗子啊！快跑！你回去啊！回到那焊接器那个地方啊！我们去开门！来了来了！哎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！哎，我钥匙呢？哦，掉地上来了！你们在哪？你们在？哎呦呵！他被卡着了！哥哥，快带我去那个地方！走错了，走错了！你们在哪儿？我在你旁边。你在我旁边，我哪看得见你呀？小女孩，小女孩，碰头吧！小女孩，我都到大门口了，我还小女孩？你看呢？找你！你看呢？小心，小心点，走位，走位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小女孩，小女孩，你们把小女孩救了吗？走走走走，快跑！救孩子！你们拿了啥？那小女孩还在里面呢。没拿，没拿，怎么抽出来了？拿了个梯子。我弹弓，快快快，弹弓没子弹，快关门，关门！我说话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！哇！哎，我射他了！哇！他被射瞎了！我被射了，我不射他了！快走，快走！小女孩了，不要了，不要！为啥不要小女孩啊？不是来救她吗？命都保不住了。我还有八秒钟，我要去敲冰块了。好好好，快去！跟着你去敲。好，我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我掉了。哎，我又捡起来了。是啊，我还有一发子弹，我来保护你。我锤。你走了。啊，还插个卡是吗？还插个钥匙。我有提示，你们跟着我。你还有啊？哦，你拿了个新的梯子吗？啊，
你要爬梯子。在刚才那个仓库那个方向，可是我不会走。我也不会走啊。等会儿是不是在这儿啊？啊，我感觉。嗯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路痴啊！我这啪啪啪啪啪啪。我听见声音了，舅舅。我也慌，别慌。我还有6秒。哎，射他！哇！哎，他瞎了。还有1秒，我的梯子要掉了。哎哎，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。梯子，梯子，我看看在哪儿。走错了，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了，啊，我看见了，哎，我上去上去，走，哇，这上面磁卡磁卡，我们可以跑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小女孩背出来先，啊，还要背她，别把她忘了呀，等一下她直接困在里面了，真的假的啊？我帮你背，你背得动吗？那你来，哎，等会儿，我们怎么还没开红锁呀？啊，开红锁了吗？根本就没听说，快点报警，哎。啊，是我是我，哎，我怎么你们两个怎么反身啦？完了完了，怎么有两个小女孩的？救命！他们是双胞胎，快跑！完了，我不能蹲，我不能蹲。什么小女孩吓来了？快快快快快！完了，他们留在那儿了。我小女孩在那边呢。怎么办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先去刷个卡啊。哎，我来，吸引火力。弄好好了，然后那小西等他。哎，小西不去拿小女孩吗？我不去了，太可怕了。他想去开门，我想跑啊你！哎，等会儿，这个房间没进过还，哇，这是个控制室。哇，哎，这有个卡片，这有红钥匙，红钥匙，他把红钥匙捡了。哎，我拿。哎呦，我还没开红钥匙。干嘛的呢？还这么来？你看，这有红锁。看到了。红锁在哪儿？我这边竟然也提示要进去。我开，这有冷冻警告。啊，他叫我们把小女孩放这儿。开了，哎，里面好动啊！我点一下看看。什么叫好动啊？我瞎！哇哇哇！这咋回事？这有个按钮哦啊！变热了，十度！我天哪，我感觉我要热死了都。这里有啥呢？啊，去冰个冰淇淋啊！我就没了吗？我们在里面干啥呢？我们的道具都收集完了。好，我要去背小女孩了 ，Everybody！ 我也去，来，我来掩护你。他在你后面，快走啊！我不虚啊，我不虚。那我来跑后面吧，你走中间安全一点。谢谢阿伯伯。小女孩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知道在哪儿，就是刚才那里。那我在那等你们吧，我在那出口等你。哦，你们好像不能趴是吧？对啊。那没事，你快来哦。好，我背起来了，背起来了。你别把他们引过来了，不要把他们引过来了。哎，我在外面帮你们把守。OK， 不要慌，好吧？哦，来吧，来。哦，等，我捡个弹弓，点个弹弓。哎，怎么还要捡蛋？我都没有子弹了你。哎，子弹呢？你要自己挖一个鼻屎出来射他吗？那我抠一个，好吧？我现抠行不行？超人鼻屎！哇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快跑！我来勾引他，我来勾引他！阿布，快跑快点！强不强吧？走！他怎么一脸不开心啊？啊，你也嫌弃他？他还不开心？我不是故意嫌弃他，我就这样。你不信，把你们两个放在一个平面上看看。你看这双胞胎好吗？他也不开心。来，我给你看看。放啊！你看，哎，你丢不下来了吗？我为什么要把它丢下来呢？啊？不是，我就想被他动一下，怎么了？我们难道就要走吗？你们真的假的？我来了，我放了。你要被他动一下吗？别，我不想了，我不放了，我放了，完了，我已经走了。哇！我都登上电梯了，我也登上电梯了，咋回事啊？怎么小女孩被他抓走了？怎么还是个小女孩啊？不是放过去了吗？完了，刚才不是预设吗？我们一人救了一个小女孩，被他抓了。我哎，怎么就我自己走了？啊！哎，这完了啊！没救成功，我们救的假的。我们救了个我们自个儿，哎，我救我自个儿。救了个寂寞。好了，那么就进入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被称之为你的奇迹。我们下期见 ，Enjoy，用的 for life。